的中午，怎么有锵锵锵的声音？因为我用快递啊。快递，那是快递什么？快递那个吸行草。吸行草。我们一直在讲吸行草，像这个就吸行草，来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叫吸行草。那吸行草到底是要干嘛的？吸行草可以当天幕啊，也可以拿来挂东西。当天幕？什么叫当天幕？就是你把它挂，你把它镶在车边，然后你如果有天幕拉上去，它就一个车边帐。就是简易的车边帐就对了。对。哦，这个就是吸行草。其实，在我们的影片里面都有讲安装吸行草。但实际上，我们的吸行草有用过吗？有拍过影片没有？有拍过怎么制作，没有拍过怎么使用。对啊，我就觉得你很好玩哎，你都没有拍过，大家都知道了吗？我没有拍过一次影片啊。穿吸行草的吗？对啊，哦，那很久了。很久，大概半年。对，好了，那个车有一直在涨，这样子我去找一下那个影片叫什么。没有了，应该有机会我们来拍一下好了啦，好不好？有谁有吸行草的？我们自己的车都没装吸行草了。你家车常换来换去都没有吸行草。因为我们没有，还要再上一个太阳能板。等我太阳能板上完了之后，再来上吸行草。哦，找一下好了，那就是载东西南下的行程啊。那这次我们要去哪里？哪有，根本不是载东西南下的行程，乱讲。我这样，我们明明就是要去车聚。对啊，去日月潭。去一个新的营区，对啊，营主的朋友啦，哦，那个介绍的啦，然后请我们去，哎，是他请我们去的吗？对啊，去看一看，哎，觉得还不错，就是在义达哨旁边的一个露营区啦。对，会不会下雨啊？这次有带五乘八吧？五乘六。为什么是五乘六？我们那个只定做五乘六，三台车要用而已。哦，那时候怎么不用五乘八的？然后还有另外订一个五乘八的。是哦。对。对了。五乘八的在路上。但是你要骑他车来才有用嘛，才帮我搭。那要三台车。我用三台车搭的。对啊。还有没有四台车的？四台车搭的。哦，那个四台车搭天幕可能有点麻烦。哎，那所以说我们那天幕，你要定做多大都有就对了。所有都可以定制。哦，那也不错啊。我家什么没有，就是定制的。因为现在是一个客制化的时代啊。露营车客制，电池客制，还有你的床椅也客制。什么都可以客制。对，什么都可以客制。客制就是符合每个人的需求了。因为适合他并不一定会适合你呢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了，那你看，如果你看现在都阴阴的，对不对？如果像这样阴阴的，你觉得这个太阳能可以补吗？啊？遇到阴天的时候，哈，建议各位，如果你是车上有电池的人，还是要想办法把它充一下电。因为你出去的时候，你如果没有补电的时候把电池用到完全没电，其实对电池是不好的。对，而且充电要看电压表，不要老是看那个百分比或 AH。 对，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我们的影片不一定，这一个看过，然后那一个一定有看过。那会一直强调这个问题，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很多人一直在犯哦，不管哦，不是只有长辈在犯哦，不是只有年纪大人不会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因为一般的普罗大众哦，刚接触露营车的人，他们对这种电是不懂的。他认为说，你车上有插头插上去就有电可以用，你车上有冷气开下去就有冷气可以用。其实这是不尽然的，因为车上的电真的有限啊。哦，假设。假设来讲，我们在正中午的时候，你想要吹冷气，哦，那你的冷气哦，再怎么吹，不可能让你的室内温度达到一定的温度，它就会一直在驱动，一直在驱动，这样的情况是非常耗电的。没错。
该是说哦，正中午使用冷气的耗电量是我们一般晚上的2到3倍，甚至4倍都有可能。哦，欸，我们中午用2个小时的电，等于是可以用一晚上的电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那我们这台车哦，还是一样。差点把摩托车搬上车了，没有搬了，下次还是要绑啊，那个绑的东西都没买啊。那我要讲说哦，我们这个车啊，已经多久没有用110电了？也没有，就这几次出门了，这2个礼拜吧。多久了？换了车之后到现在。对，我们换了车到现在几乎没有用私电。也没有用所谓的那个发电机啊，或者去引擎插着充电啊，我，很久了，久了，对，也这样超过1个月了吧？没有啦，我们换车大概2-3个礼拜了。是吗？我们上次什么时候回去的？2-3个礼拜前。这是第4个礼拜了呢。对啊，3个礼拜前。那这是第四个礼拜。我先接电话喂。哦，那这是第4个礼拜了。那我们。这一次是礼拜1的晚上回家，那电池是100%。后来我们找刚刚要出门的时候，我看电池已经剩多少，剩288，表示我们从礼拜一的晚上到礼拜5的中午出门，这样有几天？2、3、4、5、4天。你看哦，4天你不使用的时候，它就耗掉了大概12 Ah 了哦。这是因为我们车上的电没有关掉，那它有扩轮机的耗电啊，还有一些那种电器的微耗电。对啊，因为绑在电池上都会有，它都会有微耗电的。那其实让这样耗电是好的，不要让电池饱饱的。那现在出门行驶又充了，充电充起来。20A 在充而已啊。那其实我们到目的地，我看一下我们的行程，总共有需要开2个小时38分。那其实到目的地，我们的电池应该是充饱的。有看到吗？看到，我没看到。看没有啊？好，就这样。这是我们刚刚在休息站睡的模式。我完全没有收就走了。对，那个。老板娘说大叔秒睡了，欸，你知道我中午大家想要看影片吗？请私讯我，我传链接给你。好呀，那个15分钟睡饱了，我没有继续上路。真的有时候睡习惯了哦，当你开车想度过的时候，欸，我这样 pop 就过去睡，其实还蛮，应该是说怎么样，反正就是爽啊。不然的话实在快受不了。因为大叔睡午觉的习惯已经睡了40几年了，不睡真的不行。而不是像老板娘那么体力那么好，对不对？你都没有在睡午觉吗？啊？没有。那，啊，你这上车，你这上车就睡觉的人？是啊，当然上车5年啦，拜托。哦，那我就不能睡啊。他叫你开，你又不要开。这种车路上，啊，我开，我怕路上人太危险。你又不是没开过，还是比较好的。这种机会还是让给大学，没关系。欸，你不要小看这种风，欸，里面哈，不开个冷气它还是很闷，欸，但是我发现开下去的时候它温度啊，欸，它不会停，欸，它就一直打，欸，真的吗？对啊，那冷气我关掉了，啊，是我的意思它一直打，啊，然后它其实的耗电跟我们现在行车的充电速度是差不多的，所以你看我睡几分钟哦，我开车几分钟它就回来了。几分钟？我睡又满了。20分钟啊，又满了啊！你看又来到，哎呦，开始要13.51了。你看开到那个目的地，可不可以把电再次的补满？
刚又差点开过头了。我想说奇怪，到底要不要下？明明导航正在跟你讲话，你还不听呢？那个大叔是个路痴的，但是老板娘常常报错，常常指错路啊。从来没有在。你到底要不要去全联买个东西啊？要买什么？你车上都没东西耶。对啊。哎，你知道这次的报名啊，总共有几台车？总共好像工作人员四十几台。啊？怎么又挤那么多台啊？只有中部叫做南投，南投没有靠海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有一个日月潭，你不觉得很公平吗？那个
上帝哈、哦，除了造人很神奇以外，他造这个地也是，哎，这他造这个台湾也是很神奇啊、哦，你不觉得吗？蛮厉害的。对啊，这很神奇啊！我们南投人没有靠海，但是他有一个最漂亮的日月潭啊。就是这么神奇，就是神奇，对啊，大自然，而且还是观光大镇，对啊，日月潭其实很多人啊，有多多，多多，你过，对啊，我们每次来这边哦，班车去的时候，都想要早一点回去，但是又不能早一点回去，等到我们离开的时候，都是开始塞塞塞塞。然后塞到台北都几点了？台北要就是晚上。对，看来我们后天晚上回到家也是很晚。你看哦，观光客来了。对啊，这里就是观光景点。对啊，而且那个昨天看那个新闻啊，有那个泰国团的已经进来了。还有几公里？7.9公里就到了。OK。几公里？7公里啊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